一菲，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，我的每一天每一秒，全都浸泡在幸福里。 太太有什么生病？有点像是被害妄想症，出现了幻听幻视的情况。这回不是脑瘫，是真的。想要治好，给我就要吃药。你违反了咱们的约定。得接受惩罚。你撒谎！你太让我了。我做了所有的为你做的事情，我体谅你有心理疾病，我呵护你，照顾你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 我只想知道秦岭的秘密。他的秘密就是骗了所有人，包括你。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秘密，就只能更有理由去掩盖。从你见到我的第一天起，你就想好了怎么套路我，是这样。我没有一天是不爱你的。你骗我！在此，我要向全网揭露这个男人的骗局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。 如果你一开始就做真实的自己，我可能也会爱你。